也是咱听完的，咱个这边来请教啊，甲阮教会诶，像这部书来甲咱听着，啊，无输给互咱的信息是深深入白里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今仔日能代表台湾市教会啊来到伫贵教会啊，直接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，啊嘛代表台湾市教会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大家来请安。啊，所以我本身是台湾市教会毕业，啊，总是啊，不管是倒一间市教会，啊，咱拢需要为因来祈祷啊，奉献啊，搁关心。所以不管是台神、南神、玉神。啊，顶顶或者个圣灵，也是讲咱个地方教会，啊，咱拢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刚属伫啊一个机体内面，而且圣灵甲咱地方教会个关系也是非常个密切，啊，非常个深，啊，所以有人咧讲圣灵是咱地方教会个心脏，啊，即句话真有意思，啊，因为伫圣灵上头个即个圣灵生，啊，因个圣灵教育甲因个灵性个培养。若是啊，迄、那个根基有够扎实，有够扎稳固的时阵，就安尼，咱要讲教会的这个心脏就会真勇。啊，教会好像就是一个人同款，一个人的心脏若勇，啊，伊的人的身躯就会健康。所以，这个教会的心脏若是勇，教会的体质嘛会变作健康。啊，因为这是若圣灵毕业了后，也的确伫啊地方教会内面通真做啊。上帝国的工人，将来因要领导教会，啊，予教会来迈向上帝所已经为因备办的复兴。啊，另外一项方面，是人伊啊，伊这学生是对倒位来，当然嘛是对咱地方教会来。所以地方教会若是通提供啊，对各种教会宣教，上届有负担，上届有热情，啊，上届敬虔的这个啊人。或者人伫新人伊内面受到啊好诶造就甲装备，将来嘛的确是地方教会诶福气。所以而且我嘛邀请咱中间啊诶啊兄弟姊妹，会通上将咱上届优秀、上届有热情啊、上届有负担诶遮青年，推荐因去读新人伊，互伊会通啊受主所用。啊，另外咱嘛爱啊好好为着咱诶新人伊，或者新人教育。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上帝通祝福，予院长，啊，佮有遮个正教职员，予因会通好好为主来装备，啊，遮个咱讲牧师能啦吼，就是讲以后的牧师叫牧师能，予因日后受主的使用，啊，且咱毋通袂记哩用咱的啊金钱来帮助新人伊，伫各方面的需要，予因伫时间的推展会通更加顺心，会通更加啊好势，啊，咱伫即个时阵要先做伙来祈祷。既然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不管伫啊台湾圣灵医院诶纪念主日，伫即个时阵啊，我要做伙为着即间学校来祈祷，因为阮知即间学校是奉主的名所设立诶一间圣灵医院，啊，伫侪侪年以来培养真济啊教会诶遮个领导者，教会要紧诶遮个服侍诶人才，啊，我恳求上帝你。继续甲一间圣灵医院参加同在，予因会通啊伫未来日子内面啊得到上帝你的引带祝福啊，予因所啊培养的这些新学生，日后通真做教会大个使用，真做上帝你所啊备办好势要来重用的罗卜。主，阮为着一间圣灵医院献上阮的恳求，也求上帝你啊甲阮三同在。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来启发阮，来感动阮。透过下面的一段时间，透过伊无落去路过所讲的遮个话语，会通予啊阮正向姊妹心内得到感动，受到鼓励，也伫灵性的中间得到培养，予阮会通哪听你，予阮会通哪得到毅力来为主做见证。求主赐予阮下面的一段时间，我安尼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一开始啊，无需要问咱大家，啊，咱感觉讲，伫咱的人际关系内面，什么人是啊，甲咱上界亲近的人？什么人是甲咱上界亲密的人？
有可能啊，当牧师安尼问的时阵，咱会想讲，遐个甲咱有血缘关系的人，的确是咱啊上界亲近、咱上界亲密的人。总是遐甲咱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敢的确是迄个上界了解咱、上界知影咱、上界明白咱所有一切代志的人。啊，有人捌安尼讲过，讲上界亲近的人，有可能是咱啊，咱上界无了解的人。啊，讲到上界亲近的人，伫咱中间，咱也已经啊结婚的这兄弟姊妹，咱可能会想讲，迄、那个上界了解、上界亲近的人，有可能就是咱的另外一半。啊，因为自结婚以后，咱就开始甲咱的另外一半做伙去做家庭，共同努力生活，做伙打拼。啊，然后啊，咱会想讲对方所有代志，咱的确。是上界明白、明白，对方若甲咱使一个目过，啊，咱就知影讲伊的意思到底是啥物。有当时也免讲话，啊，咱只要用表情，啊，用即个肢体的动作，伊就明白咱的心内要想啥物，啊，咱想要做啥物。所以安尼讲好善想嘛无毋对，圣经嘛好善想嘛支持即款的讲法，因为伫古约希伯来文的内面，人物的即个字，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单房。同房，伫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安尼讲，迄人甲伊个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该隐。所以伫遮讲个即个同房原文就是人物，也搭即个字。所以对即个角度，咱会通搁较深入去思考一寡代志。啊，当时对男女因啊伫还袂结婚之前，因可能是透过朋友个介绍，还是透过一寡活动、一寡节目、啊一寡场合。一寡媒介的大家遮事，互因彼此认捌。啊，当因认捌到伫啊一段时间了后，会发觉讲，哎、欸，对这人阁真有好感。啊，含伊讲话嘛，拢啊真有话通讲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电话讲起来吼，拢要讲咧啊几啊点钟啊，啊讲也袂煞，讲也袂忝。后来因就啊进一步交往，彼此的关系就升级，成做男女朋友。啊，佮经过一段时间。固定的交往了后，又搁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对方好亲像啊，咱对伊的认识已经加添，咱对伊的熟悉度嘛已经增加，所以搁想要来彼此的关系来升级，对这个男女朋友的中间升级，伫婚礼内面就成做新郎新娘，后来进入婚礼的中间就成做红母。同时，伫遮咱也发觉啊，一个有真矛盾的事就是。啊，说出一对男女，因也是因为对彼此的认识啊，拢真熟悉，也是讲哪家庭的时阵，因才来进入婚姻，对男女朋友来进入正做夫妻的关系。那呢，是安怎伫拄啊进入婚姻的时阵，会有所谓的迄个磨合期？啊，伫磨合期的时阵，啊，检测双方面啊，拢会有一寡啊，即、這个啊冲突，有一寡争吵。有当时，即个冲突会真严重，迄、那个争吵会真厉害。为难是争吵那听，佫会去下动手。当时对男女因的关系，还佫是男女朋友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阵因所看到所认识的对方，有可能啊，拢是上佳好、上佳优秀、上佳完美的。所以每一个查某囡仔啊，咧看啊伊的即、這个男朋友的时阵，大家看起来拢好像像迄金城武，遐尔啊缘投，啊遐尔啊高强大汉。啊，遐尼啊，互你安全感。啊，每一个啊男的，啊，你看伊的女朋友时阵，哇，大家拢好亲像迄个林志玲，啊，遐尼啊美丽，遐尼啊窈窕，啊，遐尼啊水。所以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当因要进入婚姻，啊，因就想讲，啊，婚后的生活的确会亲像人迄童话故事内面做咧写的，即、這个白马王子甲白雪公主两个人，那结婚了就安怎？从此以后。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总是想要到进入婚姻了，哎，好像像就是安尼。因为当因开始共同生活了，才会知影讲，哎，原来我看到迄个金城武，我看到迄个林志玲，原来在睏的时阵会寒，在睏的时阵会这个会磨牙，还会含眠，有当时还佫会爬起来梦游。啊，有诶嘛，感觉讲，我另外一半伫婚前看起来伫安尼好势好势，想要到。伊个人吼，袂爱清气，真无清气想，啊，无清气想，也袂爱洗身躯，也袂爱洗面，也袂爱即个刷牙。讲哎呀，太甲我婚前所捌个人太无共款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
伊才会常常发现讲，哎，原来对对方的认识实在是伤过少。先怎样呢？因为当对啊男女啊因对男女朋友的关系升级到伫婚姻的时阵，伊咪发现对彼此的认识嘛相对升级，对彼此的认识嘛会哪来哪全面，哪来啊哪多元。所以对这咱通归纳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念，就是当一段关系受起做起来了后，咱还阁需要伫这段的关系中间，不断透过一挂生活的事件，不断透过甲彼此的互动，搁较深去认识对方，了解对方。透过安尼，咱才会通搁较侪来接纳对方、疼对方，也毋是。而今日咱所看的圣经，就是保罗啊，五万伊有所教会即信徒会通认识上帝。啊，即、這个认识上帝，咱中文话本是翻译做真知道他，真知影伊。就是咱若详细看一段的经文，咱会发现讲，当保罗甲因讲，你若认识上帝的进程，当保罗安尼讲时阵，事实上，即间教会的信徒已经通做到两项事，就是第一，因已经有伫主耶稣的信，啊，佮有伊嘛已经会通显出正信啊正信徒的真爱，意思就是讲，因都已经有咧信耶稣。而且伊嘛已经有伫教会内面有彼此互相的相听，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先啊保罗去讲讲，恁着亲捌上帝，啊，即表示第一点，因虽然有信耶稣，但是迄个信有可能还阁是真粗浅，信仰的根基还阁是无够稳固，所以有可能因会因为一挂困境、挑战、艰难、失败、挫折，啊，是讲假教师的遮个教师，煞会良心倒退。怀疑这个信仰，甚至最后会离开上帝。第二，因虽然已经有教会内面有彼此的相听，总是有可能这款彼此的相听不过是表面，也是讲这款的彼此相听不过是停留伫教会内面，并无确定到伫教会的外面。所以，也因安尼保罗伊才安尼讲：，我祈祷时，少年人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永光的父，赏赐因智慧启示的神。来亲捌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不管咱信主的时间是长是短，不管咱是第一代信徒，也是第四代、第五代的信徒，咱对真理的追求甲渴慕是绝对袂通停止。咱的确爱不断来求进步，不断来求长进。好亲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讲，咱就将基督道理的初学放下的，来抵御进步到完全。咱会知伫信仰追求的一段道路顶面，无人会通讲伊已经完全拢捌上帝啊，伊已经完全拢了解真理啊。我想就算是牧师嘛，毋敢讲这话，因为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，是咱完全无度来测度。上帝的真理是遮尔深奥，是咱完全也所无度了解。为人啊，拄啊信主了后，心内真过些真毋茫为主来做干净。所以真积极会去找一挂福音朋友、无道友，也是讲咱伫讲的迷信者，毋茫会通将福音来传互因。总是咱拢知即卖人真有主观、真有家己的想法，因为即卖资讯拢真发达，啊，倒不时拢会通吸收到一挂新的遮的资讯。啊，所以当伊咧毋茫传福音的时阵，啊，对方拢会反倒转问伊一挂信仰上的问题。结果这问题有可能伊家己本身无好好想过。啊，所以意思到人安尼甲问落了后，伊怎啊讲去？伊怎啊讲去？伊煞毋知要哪共回答，因为伫迄个中间，伊无好好深入去思考即个问题。到最后，别人无因为伊来信主，啊，伊煞家己本身因为人家问的遐问题，煞颠倒对信仰有所怀疑，怎啊开始伫信仰上安尼半信半疑？另外伫教会内面，咱嘛讲啊，咱着爱宣告，将福音传扬到伫各所在去。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交代咱的大使命，总是问题是教会是不是已经预办好势？咱基督徒当然拢真希望讲，会通透过宣教来予教会去落福音，啊，教会的遮个座位拢会通坐满，会足侪兄弟姊妹。啊，我去其他教会去讲道时阵，啊嘛听见因啊真迫切咧祈祷讲。啊，为着边仔的啊座位祈祷，求上帝通充满边仔的啊座位，原本是空的，啊，即摆有人来坐，所有礼拜堂的座位拢爱坐人。
所以为着这个代志，常常在祈祷；为着教会复兴，常常在困求。总是，咱是不是真正办好事？要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教会兴起的缘故，来付上咱的代价。有可能牧师咧讲，咱会感觉讲真奇怪，是安怎咱为着教会复兴付代价？啊，咱来付什么代价？我想头一项，咱来付的代价就是祈祷。咱常常讲教会爱复兴，就是咱是不是真正看重这项事？是不是真正将这项事放伫咱每一日的祈祷内面？还是因为有人咧讲，咱着高贵三种来加加印一个安尼？有人咧提，咱嘛甲讲好啦，对啦，教会爱复兴。咱是随讲讲的那边，还是咱心内真正真要紧这项事？那第二，咱爱付的代价就是时间。咱是毋是有愿意为着福音宣扬的缘故，为着教会兴起的缘故，献上咱家己的时间？还是咱茫这个代志拢互别人去做，因为我太无闲了。我一日干吼，有足侪搁较要紧的代志爱去做，所以教会复兴的这个事可能吼，咱叫其他的可能较无代志的吼，互因来做这个事，我家己足无闲。咱是毋是愿意付上咱的时间？第三，咱咧付的代价就是金钱。我想这个是真现实的问题。做事工当然需要用到钱，所以咱是不是愿意为着上帝国的圣工，甘心乐意对咱的收入的内面，对咱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的外面，再来另外献上咱的金钱，为主来献上遮的。第四，咱需要付的代价，现在就是咱的痛心，因为咱无法度选择上帝陪伴什么人进入到咱的教会。咱无法度预测上帝要将什么人带来到伫咱的中间，有可能上帝要将遐个社会内面上界低阶层的、上界受人看轻的、上界弱势的带到伫咱的中间。这人有可能经济上真困难，有可能家庭破裂，有可能伊感情有受创伤，伊身躯有病症，心理有问题，情绪有障碍。所以可能是这些自闭症、过动症、忧郁症、强迫症，还有失智症，这些人来到伫咱中间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陪伴好势，要来接纳因？我昨听见一个同工在甲我分享，讲伫咧教会中间有某一个兄弟非常的强调爱母语的教育，所以伫教会内面真强调讲着爱讲台语，爱讲母语。总是最近咧教会有一寡兄弟姊妹是遐个外配的这些子女来到伫教会，还是讲有遐个外省的兄弟姊妹来到伫因的教会，这些人都无法度讲台语，这些人讲台语都有困难，听台语都有困难，所以安尼是要安怎才好？想要到这个兄弟伫祈祷内面，竟然讲安尼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予遐个袂晓听台语的、袂晓讲台语的，唔通来我的教会，予伊去其他的教会，遐个吼，予其他的教会。去处理，互遐个去其他个教会，互因去牧养。所以当遐个咱无想到的人来到伫咱个中间个时阵，咱是毋是有陪伴好势，要来听因，要来接纳因？还是咱会感觉讲足麻烦个，足啰嗦个，足讨厌个，即个人较会造成来了造成咱个困扰，互咱搁愈无闲，互咱搁愈侪代志通做，所以上好毋通来。假使若是安尼，就表示讲。咱还袂准备好势，要来迎接复兴，因为咱对上帝无够也亲近，对人也无够也疼心。爱安尼缘故，就是因为咱无够也亲捌上帝。就像是因为咱对咱的信仰到底有真捌偌济？有真侪人信主久久，知影讲信耶稣真好，总是你甲问讲，信耶稣是好，好伫倒位？当然就甲你讲，信耶稣好啊。因为有喜乐有平安，啊，搁有咧，信耶稣死了真天堂，啊，搁有咧，即、這个基督徒无拢真清气，啊，搁吼分装礼庆，拢还真省，省钱搁省事，忙拉兼济顾，一兼搁兼一顾，所以信耶稣真好啊。假使咱也对信仰认捌只有安尼可能真可惜，因为即款的信仰是真粗浅，咱知影除了。信耶稣会通上天堂以外，伫咱活着的时阵，还阁会通有迄款丰盛的生命，过得性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，也会通结出福音的果子，圣神的果子。
对咱千万茫想讲，啊，我着有信耶稣就好，其他信仰上的装备操练啊，即个追求、服侍等等，我拢无需要。安尼咱就真亏欠上帝。也因安尼，伫今仔即个经文，保罗伊就求上帝会通将即个智慧启示的神，赏赐予伊份所教会的信徒，互伊会通伫圣神光照内面看见家己的本相。家己的本相是啥物？就是何等的软弱、欠缺啊，甲不足。目看见上帝是何等的公平、完全啊，甲丰富。伫圣经内面，咱看见当智慧启示的神赏赐落来的时阵，咱头一个就会知伊召人所盼望的是怎样，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弟兄姊妹，咱会知上帝呼召咱，毋是只有为着咱伫现世中间会享受，也毋是为着死后会通得到安稳，是由为着咱生命的灵性。所以咱对信耶稣即刻开始，咱就爱开始过盼望的生活，也开始爱靠信心来得胜即个世界。用盼望来听候另外一个世界，咱来用信心超越这个世界，用盼望享受另外一个世界。也因为安尼，咱讲基督徒是有永远活盼望的人。而且，这个永远活的盼望是对今世煞到底来生，是对咱活的一直到咱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，虽然基督徒甲无信主的这样姊妹同款，咱拢伫这个世间有真济的苦难。唔过，咱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盼望，因为咱的主甲咱应允，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总是恁通放心，因为我已经打赢伫这世间，所以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所以虽然世间有苦难，唔过我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就通得到迄个真实生命的盼望。另外，姊妹，咱有发现咱这个受教的盼望伫倒落啊无？咱是毋是有感觉即款个呼召是真宝贵？英国有一对爸仔囝，伊拢是真有名个即个无神论者，伊嘛写真济著作啊，伫遐攻击基督教啊，所以伊嘛有真济个读者啊，真拥护因，真啊欢迎因，也真爱读因个册。总是后来有一日，即个老爸啊，伊煞患病啊，倒伫病床啊，即个病也真重病，伫迄个感觉。家己对家己的病情无能为力的时阵，伊感觉人生真空虚。所以，拄当伊伫遐咧苦闷，伫遐咧挣扎的内面，伊的即个无神论的观念开始淡薄咧动摇。伊毋敢搁确信讲无上帝。所以，伫迄个时阵，当伊的囝儿看见伊的老爸竟然对无神论的观念开始咧动摇的时阵，伊惊讲安尼搁一声落去，阮老爸以后我真正讲吼，安尼有上帝。安尼毋着甲自己打脸，以前讲无上帝，即马煞讲变有上帝。以前写写诶遐物件，做畅销诶册，即马煞毋知要安怎，我卖袂出去，因为即个无神论者即马煞变成即个相信有上帝人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伊惊去影响着伊爸仔囝诶名声，所以伊就大声甲伊老爸安尼话，讲老爸啊，你好调，好当，你好调，毋通摇动，意思就讲叫伊信念爱你好调安尼。结果这个老爸就安尼甲回答，讲我的囝，你是要叫我掠什么啊？我都无物件通掠，你要叫我掠什么？所以这个是何等可怜的事！一个好心上帝存在的人，伊的生命是无希望的。都是感谢主，咱基督徒咱知影，咱会受呼召，是有何等的希望。到第二，当智慧启示的神赏赐落来时阵，咱就会在伊的业伫圣道中应光会富有到怎样？中文来讲。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咱来知基督徒是上帝赏赐予基督的业，基督嘛是上帝赏赐予基督徒的业，圣经是上帝赏赐予教会的业，圣神是上帝赏赐予遐得救的人心中印记的一个业。所以上帝的业就是讲上帝的基业。就是咧指伊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遐人，遐人是啥物人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所以，咱以后拢要进入伫上帝荣耀的内面，互上帝所成全。伊个时阵，咱软弱的要变成最刚强的，咱属地的要成最属天的，朽烂的要成最未朽烂的，见效的要成最荣光的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来讲。因为上帝圣洁的方式，
拢焦逼点伫伊，就是点伫基督。今日咱遮属主的人，因为咱拢伫丰盛的基督内面，所以咱嘛伫基督内面得到一切的丰盛。但是问题是，今日上帝已经将伊家己赏赐予咱做业，安尼咱是毋是也愿意将家己一切来归予上帝做业？咱人生的一段经文，可能咱拢真老背，啊，总是咱是毋是有了解这则经文真实的意思？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节，咱拢熟悉，咱也做老背。毋过台语咱可能较袂，我来读一下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啊信伊的人未沉沦，会得到永远话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啊，这个翻译是甲咱中文煞本来翻译有一寡无相共的所在。最后一句讲，伊疼世间到安尼，意思是讲，伊是何等的疼世间人。上帝对咱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宽深。其实咱领受这款基督的疼，咱要用什么来回应这款的疼？保罗伫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甲咱讲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，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圣的。上帝所欢喜的，这个是恁心灵的服侍。保罗直接是甲咱讲，啊，恁着干献身躯就好，其他会通免献，毋是安尼。意思是讲，咱的献身是全人的委身，全人的奉献。咱会使当咱伫别人的面头前告别，讲咱是基督徒的时阵，像是咱嘛是咧甲伊讲，我是委身予耶稣的人，我的全人是属于迄个疼我佮拯救我的上帝。所以咱的生命爱念上帝，正做咱的中心，用上帝的真理正做咱生命上大的追求，用应跟上帝来正做咱一生上介要紧的事。假使咱若真正有安尼做，咱就正做一间大大彰显出上帝荣耀的教会。搭第三项，当地位启示神赏赐落来时阵，咱就会知伊的关联，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。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底下讲的关联，还是讲中文讲的能力，伫原文希腊文的内面叫做 dynamis。啊，这个字真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字本身嘛是英文的这个黄色炸药 dynamite 这个字的字根。咱知影创立啊，这诺贝尔的这个人哈，就是诺贝尔。伊家己本身就是黄色炸药的一个发明者。当伊发明这个炸药的时阵，啊，就拿讲要甲古名做甚物，所以去问伊一个朋友讲，这个希腊文吼，你讲这个啊炸药啊是安怎讲安尼？要安怎去表达迄款的爆炸性？就是讲英文讲 explosion， 要安怎去表达迄个爆炸性？结果伊的朋友就甲讲这个是 dynamis， 所以伊就用这个字来正做。英文黄色炸药的这个字根，对这是咧甲咱讲上帝的关联，甲必然，好亲像炸药同款，上帝用这款好亲像炸药一般样的必然，赏赐予教会，总是咱嘛爱想，今仔日咱教会所表达出来的迄款的必然，是亲像炸弹同款，遐尼啊有啊震撼性，遐尼啊有爆炸性，好亲像咱。人咧看新闻，互咱感觉真艰苦心。伫法国的即个巴黎，有遐个啊恐怖的事件，有遐个爆炸案，啊真侪人死伤。当然，而且毋是咧讲啊，咱的爆炸性就是要互人死，毋是，是要互人心公的迄个物件会通受开化，会通受到破坏。所以，即个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十章第五节所讲的。上帝观念会通将这计谋以及隆重官权的面所附啊压起来，来阻挡上诶人把上帝拢归还伊，将隆重的念头掠来，予伊顺服基督。而且咧讲讲，当教会内通安安挖靠圣神，体贴上帝心意，不管咱面对的是遐个有上界高深学问的知识分子，还是讲遐个有上界权领导地位的遐个领导者。也是讲遐个上界低等，上帝的引教徒，只要上帝的观念一引教，拢会通让伊的心回转来归向上帝。美国上伟大的一个啊报道家是啊叫做穆迪，这人伊原本是一个啊白鞋的少年家，
后来伊受上帝的重用，成做一个真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。根据统计，当时有参加过伊的布道会的超过一亿人。咱也知影，伊是一个无读过甚物册，的一个无甚物学问的人。总是先让伊会通受上帝的重用呢？关键就是伊知影上帝的关联是大到怎样。有一日，这个穆迪予人邀请去到伫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，去啊讲道。伊心内一方面真欢喜，会通去到伫这个英国的最高学府伫遐讲道，真欢喜。总是一方面伊嘛感觉真紧张。伊心内咧想讲惨啊，害啊！我只是人都无读过甚物册，无有甚物款的学问。我是要怎向遐有上届学问的这学生甲教授，我要怎向因讲道咧？所以伊就从伊所在的遐学问拢总甲斗斗做伙，写做一篇真有看起来好像真有学术性的一个讲道篇。而且伊嘛用一寡特别用一寡较深、较复杂的遐字句，安尼斗句斗来斗去，毋茫讲遐教授吼，听见伊讲道篇袂看伊无。迄时阵，当伊上台去讲道的时阵，下面的听众，大家听甲毋是耳啊啪啪，是大家拢拍袂，因为吼都爱睏的，大家拢一直哈气，一直伫遐度孤。第二日，伊就向上帝祈祷，伫祈祷中，伊好亲像咧听着上帝甲伊讲，讲我敢有叫你来即个所在来甲伊比学问，人是世界上界出名的科学家，人是遐上界有高深学问的人，你伫迄个所在到底是咧甲伊讲啥物？你所讲的遐道理是要互人掠准讲你真有学问吗？你是安怎老老实实挖去我所想所予你的毅力来传讲我的真理的？这时穆迪伫上帝面前反悔真多，求上帝赦免伊。当伊搁再一遍上台时阵，伊就加上啥物牛津大学啦、啥物博士啦、啥物科学家啦、啥物学问啦，这些物件伊拢总放伫后面。伊对家己讲。我是上帝的奴仆，我只有要单单传扬上帝的救恩，我只有要讲起即个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后来当伊开始讲的时阵，下面的人无一个拄孤，无一个伫遐咧吓伊。所有人即个教授、即个科学家、即个有上界有学问的人，拢流着目屎来到伊台前跪落来。痛悔认罪，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真侪基督徒拢毋茫讲家己所属的教会会通愈起愈大，愈起愈悬，成做一间真庄严的教会。总是这个感觉是上帝的心意。其实上帝无拄拄爱咱为着伊去起一栋真庄严、真水真大间的建筑物。伊嘛无拄拄爱咱为着伊去办真侪活动、真侪节目，然后吸引真侪人来教会观光、游览兼佚佗。伊嘛无爱咱为着伊伫银行欠足侪钱，然后家兄弟姊妹讲：你看，我是好过真正的罗伯，因为阮欠足侪钱。上帝伊爱咱亲密伊，伊爱咱伫日常生活内面活出咱所认识的伊，行出伊所为咱特别定着的旨意甲计划。我想这个检测是上帝在咱生命中要紧的一个事宜。前一阵啊，有一个乌干达的一个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，来到伫台湾，伊在向咱的这台湾的基督徒讲起讲书。伊讲上帝无爱大教会，上帝无爱大教会，上帝爱孤儿寡妇的教会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无拄拄咱一定爱去追求讲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上大间的教会，成做一间。英文讲 mega church， 变超大型的教会，唔是，咱爱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通关心孤儿寡妇，通关心遐软弱卑微、丧弱、互人看见的遐弱势者，因为这人上帝特别关心因，总是咱心就陪伴好势，要来听这人，要来接纳这人，要来关心这人，咱心就陪伴好势，要为着教会的复兴，付上咱的代价，假使咱也有愿意。上帝要重用咱，赐予咱，因为上帝要予咱的眼界，伊就开阔；予咱生命境界，伊就开阔。伊要甲咱三同在，予咱伫各样的患难的中间，加添咱气力，予咱会通克服，
突破，然后伫这个内面，甲上帝同工来成做一个上帝真理的见证者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将福音的光荣归咱，赏赐予阮，予阮的生命受主你的福音来影响，受主你的福音来帮助，予阮会通对见效成做荣光，予阮通对软弱来成做刚强，予阮对众凶来成做富裕。愿上帝你的神继续甲阮参加之地，予阮毋是只有享受这些丰盛、这些富裕、这些刚强、这些完全，阮会通将阮所领受的这些，甲遐个还未领受到、还未认捌你的，阮甲因三分享。愿上帝你的神点伫阮的中间，大大运行伫阮的兄弟的生命内面，予阮每一日拿心来认捌你。不管伫认捌你的时阵，也哪坐来活出，祝你对阮会定着，你对阮的旨意甲计划，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朝小小的书，今日好难的面临。